2000，我感觉哈。欢迎烟酒哥，而且鸡和猫人家，我就感觉的所谓炸的人都不超过九个。天天对着我叫唤，
努力，哥哥。为我们加油！那你会给我开个守护，让我给你跳舞吗，帅哥？可是，就像。全国疫情都挺严重的，感觉疫情又起来了，只是感觉报道的少了。我们这已经也挺严重的，就是这次，但是这个病好像就是好治了，不像以前，以前就死亡，现在就可以治了，基本上没有人因为这个病去世的。想看我跳舞，那你可以给我开守护啊。
你干嘛呢，孩子啊？疯狂的是想出去玩，咱们还得再休养一天身体哦。废纸，那你只能不看啊，要么你就多买点纸。很开心每一天。
双开不行，双开这边会分会提示。都一样，我也想双开啊，帅哥，我那么多设备呢，是不是？一周或者一个月可能播一次吧，不确定。一般这边把我封号，我就去那边播。哎，你别删了，差不多得了。哪里播？我在哪播都一样的，哥哥，不用太在意。我在哪播？我在哪播穿的都一样。不会说在这边穿的怎么样，那边穿的怎么样，都一样的。我是不会在房间里露的。是永远看不到的漂亮，我还想不会炸呢。小 Tiger， 为什么总要送500个才能炸？我是刷了40个吗？你怎么连不上我的猫？好久不见，你已经沉溺王者无法自拔了。还炸个戒指呢。
王者七颗星掉到了星耀一，我再不打了，卸载了，连掉了14颗星，打他妹呀！我关键是我他妈刚买了个后羿的黄金射手座，我最近玩后羿玩出感觉了，然后我用的是那个情人节的皮肤，我觉得特别，卸倒没卸不登了。胸口痛。
我觉得丰胸去恋爱了，我有一种女人的感觉。看我的眉毛透露着故事。怎么回事？最近喜欢上了男人吗？怎么回事？忘了女人是什么感觉？噔噔，完了，这不废了吗？这样问你，废了，这不会变硬了吧？软软的。天了，就我最大。你在这个平台看了一天啊，哥你也挺有耐心的。丰胸你还是中熊猫的命啊，我发现。熊猫命啊！
是说被我榨干回不来吗？我以为他说的是因为疫情回不来呢。完了，丰胸想榨干我，好想被榨干。虎狼这次又开始了。钟就来了呢，是不是说明只有五分钟？嗯，吃东西，快吃吧，顺便喝一点奶。不行，我想尿尿了。